拜。这是我的目标是是，吓死我！大家从荧光上看的时候想说，哎、欸，不知道怎么变这样的，吓死了，还没有，我要变成这样的，有可能吗？没问题，但需要时间。你应该不会要10年吧？啊，不用那么久，10年你就变安乐，太久了。最近已经有瘦了，看起来有瘦一点了吧？一点点。有吧，今天要更超一点，超没问题吧？可以。我今天有跟他说，就说今天还是做可能唇跟布之类的。小吴教练一天怎么吃的？想找一下。哦，对耶，对你个人的菜单。我现在在增重，所以我比较不忌口。那你没有？但是我不会吃太故意，我不会刻意吃什么鸡排啊，或是麻辣锅，我也不太会，不太常吃那种东西。那你描述一下，你一天就正常一餐？正常一餐，我会吃水饺、便当、饭面都会吃。你也属于妈妈在那一种。啊，就是说不用，我的意思说不用特别的忌口啊，对，不用特别好。因为我天生是很瘦的一个体质。不要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我们先做一个，第一个简单动作。脚抬高。啊，这个超痛苦的。左边，右边。嗨。慢的哦，不要快哦，左边慢的。右边，这样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好，你hold着哦。你有听到有咔啦咔啦的声音吗？三、四，很好。五、六、七，很好。八，20个。九、十。最后两组。
谢谢小胡教练。那我们。